老白公啊，听说你到处都是，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天王巨星比四大天王还要大。如果心中有你的话，请你白我们这三个 brother，因为我们明天叫 Master Sale。如果 feel 的话，我就无家可归，死在街头。请你白我们明天超 Master 的时候会被抓，帮帮我们这帮命苦的小孩。 Min， 你后面很痛吗？那命一条根本都不值钱了，不要想就不会痛啊。我还想哎，我们在明天打打杀杀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做什么？读完 N level，就去ID读书，ID读完就去当兵，当兵过后出来去找一份好的工作做，做到死为止。如果幸运的话，能找到一个好女孩，就想要做老婆；如果合不来的话，就离婚哦。就是这样喽，又有什么办法？ 但是如果你没去做的话，还是跟人家骗哦。那你也不是好到哪里去。听说哦，我们的那个威权城都是美国离开的，跟那些恐怖分子会不会来控我们啊？哎，我连想都不敢想我未来啊。我妈说过，要是明天我不把手 message 的话，她叫我不要回家。不要担心啦，我不会看你死的啦。最多明天我让你抄我的 message 啊。如果 fail 的话，最多两个一起 fail 咯。你看我公规比 pattern。 我看我以后也是没有钱的啦，没有钱拍酒席，要拍在隔壁店；没有钱拍结婚照，要拍 New Print。哎呀，虽然便宜，我还是会请你去的。但是如果有人要嫁给你的话啦，没人要我，你要我咯。我还想我们做朋友能做多久？如果一天我们分散的话，你们还会记得我？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啊，可以做多久就做多久哦。